啊，他在那儿说过这事儿哈。啊，啊，刘刚欠我钱。李天慧我熟悉，李天慧是我在秋梨沟的时候，啊，我们两个是一个中队的。军哥那时候小，军哥那时候小17岁，就送教养了。军哥打仗进去的啊，军哥不是钳工，后来想学钳工没学会，打仗进去，钳工多好啊，技术活。完了那个，这个刘刚呢？有一年嘛哈，我去马达加斯加开赌场，啊，刘刚呢就，你看我来了，其实我俩在家也没啥过，但是吧哈，远在他乡，我就觉得挺亲的哈。完了之后吧哈，天天请我，没天天请我，好像请我4回，到他家。啊，讲啊，马上开始，到他家吃饭。